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了。这是四家牛皮，这个是我家的，其他三瓶有某多有某宝的，到时候来看一下。看这瓶，都是小瓶的。看每家的状态啦、口感了、口味了都不一样，自己开下一瓶。这个包装比较特殊，我已经撕开了，看一下，现在是这两个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就是黏黏的，上面有很多料全都裹上面了，这个就比较干松的。这个是有木姜子的，我有非常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说要这木姜子，这个窗子也是开的，那个和过来的，来，那边是，你不装回去是个大问题，都是能装回去，来吧，这又一瓶，最后一个，这是咱家的，反正线条、颜色、口味都不一样，我觉得很爽的，你家的这个口味，很喜欢吃，你家的尝一下，我就是牛皮的口味，真的很喜欢吃，所以自己家也吃，别人家也会吃。这个是咱家的，剩下那三个就是都不同口味的，别人家的。近距离的给你看一下，这咱家的，这是有某多、有某宝买的。这口咱家的，来个这个。也好吃，我就特别喜欢吃牛皮，真是好脆。哎呀，这家料裹的最多，有点咸，这个最咸了，这个最干。这个中等，然后这是咱家的，就这样，拜拜。